我想练一下阿奇，看一下怎样。 人生不行，尽量不要攻太猛，这样练不到对决。 真的，我跟你说，那时候我去那个什么比赛，我没骗你，我去了一个比赛，然后我跟一个人说话，他妈的，那个跟我说日本就才五六个 DJ 比你强，他妈的乌龟，真的他妈的真的想打他，算了。 练一下我的对决先，尽量打多一点力回，因为学不到东西。我一直猛攻，他真的学不到东西，因为他还不熟练嘛。 滑掉就死了，漂亮。 DJ win!
一个 C A 是可以过，都远了，都比较废的那个 C A。 好像打那个 Asian game 打太多了，来带王听角色。 连段还是有点差，没办法。 六福雀板。
谢谢老王。